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士，今仔日要来介绍读册音甲白话音。什么是读册音？读册音就是古早咧读四书五经的标准发音，叫做读册音。但是白话音咧，白话音就是咱爸爸妈妈传予咱的声音，哦，这就是母语，哦，这就是白话音。白话音较早也是读册音较早，其实白话音是较早。你去看世界所有的语言，哦，有足侪语言是敢若有语言，啊无文字。所以伫无文字之前，咱人都会晓讲话，这是足简单的规则。但是你去看北京大学王立教授伊讲的，哦，伊的汉语史稿这本册伊所写的，伊讲吼，读册音到尾啊才去分化做迄个白话音，其实这个理论是唔对的。所以咱北京大学的王立教授伊的理论是对的啊，也唔对，其实是唔对的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会使讲北京大学王立教授是唔对的，是因为这是一个足简单的道理。咱人拢是先会晓讲话，到尾啊发明文字，才有这个读册音的出现。哦，这是咱汉语。是安尼来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袂使讲吼，因为北京大学伊讲的话就是正确的，哦，伊放的屁就是香的，这唔对，哦，这袂使安尼讲，哦，这是一般的道理呢，尔、哦、吼。啊，读册音吼、哦，咱爱用这本册来看，哦，因为历代文册啊、哦，运输就是历代运输就是古早的礼典，啊，礼典吼、哦，伊是按照伊的文来编排的一本礼典，关键记载伊的发音。甲伊个意思，吼、哦，但是康熙啊、哦，清朝康熙个时阵吼，康熙大帝伊叫大臣去编一本《康熙礼典》，伊把古早个发音拢在收集伫这本册内底，所以古音哦，你大概拢会使伫这本册内底找着，但是迄个古音指个是读册音。唔是白话音哦，吼、哦，白话音内底嘛有一部分有，但唔是绝对的，吼、哦，唔是绝对的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会惊讲的读册音甲白话音伊的差别伫遮。好，啊，我来举一个例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中央政府的央，啊、哦，中央政府的央，咱读作央，中央政府的央，但是咱母语的母语是读作中央。哦、中央咱读的中央，所以咱的发音甲读册音是无同，而且是非常的无同款。但是国语咧，哦，咱即卖普通话讲中央政府、哦、中央政府，所以这个央现在拢读作央。比如讲，央立法委员啊、哦，央立法委员就是读作普通话的发音。那这个现象在明朝的时候就出现了、哦、明朝他要拜托别人都用央这里、哦、中央政府的央，因为央就是拜托的意思。那你听过我以前的理论，就是说以音别义、哦、汉字一字多义，以音别义就是破音字啦。如果当中央的央他读作中央、哦、这个读册音，但是如果当作拜托人家的话，那个央就读作央啊，央立法委员的央，这就是层次音，因为它是为普通话转入来台语里面变成台语的白话音，这样你就了解了。但是咱民间 的白话音、哦、叫做嗯、哦、中嗯、哦、中央叫做中嗯、哦、它的发音非常不同款。所以咱来看一个现象吼，学术界吼拢讲吼，这个白话音甲文读音吼，这个读册音吼，伊有对应的关系。咱来看一下现象，比如讲屏东，这个东边的东，伊念作东，读册人念作东，所以屏东哎，真好听，官方的地名念作屏东。本地是台湾的台东，迄、那个东说读作白话音啊，伊念作东。一个是母音是 O， 一个母音是 A， 那 A 的音是白话音、哦、白话音，啊你有了解吗？所以咱也看到讲，哎、欸，奇怪哈、哦，哎、欸，有足侪汉字哈，拢有这个现象，就是讲哈，伊也念作东，
有这个 O 的音，啊，白话念作 A 的音。比如讲，一个老翁的翁，咱讲翁，老翁，迄个念作翁 ，O N G 的音。但是一般民间的念作翁 ，A N G 的音。所以老翁的翁这个字，哦，如果在民间来读作翁的话，哦，以音别义哦，读作翁的话，就是代表一个女人的老公，安尼。你知无？所以你去看明朝的古册，哈，明朝的古册，夫妻伊写作翁某，用翁跟老，老就是一个女，在一个老人家的老，姥姥的老，翁老。那是这个老，哈，你去看《集韵》里面，它是莫补切，莫补切，切啊，莫补切，伊读作某，所以翁老就是翁某，翁某。这伫厦门大学，哦，这个周长喜教授伊嘛知影讲，哦，翁老翁老就是翁某翁某，所以伫浙江有一座山叫做天老山，哦，咱闽南人念作天某山，哦，天某山，一个女在一个老，这个字读作某，这里某是宋朝的读册音，读册音，哦，宋朝的读册音，啊，但是迄个翁。是迄个白话音哦，吼，所以你去看迄个咱大中清水迄带遐有一挂姓翁的人，伊若读作翁的时阵，吼，啊，民间读作翁，这个翁就代表先生的意思，哦，啊，某的代表太太的意思。但是咱即卖吼，翁某翁用迄个翁，就是身体真烂的意思啊，吼。啊，某咧有某某人的某哦，这就是咱台湾通史哦，连横哦，伊错唔对啊，结果后边人哦，答唔对，动作对的啊，造成即马台语的混乱哈、哦，混乱。啊，咱来另外讲一个哈、哦，就是讲咱学术界拢认为哈，读册音甲白话音有对应关系，但是我要甲大家讲哈、哦，这个。根本都无对应关系，因为对应关系你爱完全哦，拢相共，按照对应关系。比如讲，咱讲吼下雨的雨，下雨的雨吼，咱即马是叫做伫文册内底吼，伫即个《康熙字典》内底，下雨的雨是王举切。王举切的话，王举切，所以念作雾，啊，念作雾。所以咱讲港都夜雨叫做。江都雅雾啊，这是读册人念的江都雅雾。但是如果是下雨的话，咱台湾人念作落雨，即雾念作雨啊，念作雨。所以哈、哦，这个教授哈就讲哈啊，这个雾哈会使念作雨哦。所以哈、哦，这个江都雅雾的雾会使读作雨。但是我要甲大家讲吼，即袂使用安尼来看哦。比如讲，咱讲蚵仔的蚵，咱咧食的蚵仔哦，伊嘛是王举切，王举切。那王举切，但是伊念作蚵，蚵仔的蚵，伊都毋是念作雨。啊，同款是王举切，下雨的雨，为什么念作雨？结果你来看，同款的发音哦，读册音。但是白话音加这两字就无同啊！过来，我阁记一个，咱讲羽毛的羽，乌猫的乌，乌哈，乌猫的乌，羽毛的羽，羽毛的羽嘛是王举切哦。这三字照你讲读册音拢同音，但是乌猫的乌，伊白话音嘛是念作乌，伊无，伊根本就无白话音，拢是读册音的尔。所以学术界所讲的理论，其实拢是骗人的。因为学生戆戆，所以真紧就去予教授骗去啊。王举切伫《康熙字典》内底，你去来看，差不多有十字，有十字，念作雨的，干那一字尔尔，落雨的雨尔尔。但是落雨的雨，这字其实唔是为遮来的，伊的发音唔是为遮来的。咱拢知影讲夏朝的时阵，大禹治水。那大禹治水吼，所以古早人有做一字。上面是下雨的雨，下面是大禹治水的禹，这里两者后
这里高音念作好，但是咱白话音念作好。啊，各位你知影嘛吼？咱的汉字写了这复杂，所以古早人都会打干化，干化。所以干化伊就打大禹治水的禹，打撇掉，就变成下雨的雨，这里读作好。而且参啥同款？参种子的子同款。种子的子本来是一个米字旁，再一个儿子的子，但是到尾啊，就干下这这个米的撇掉，就给它存这里子，对吧？好，另外还有一个太阳升起来，升起来是一个日，下面一个升，但是现在简化成那个日拿掉，就下面的升，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我们汉字简化过后，它的发音还是保留以前的那个发音。所以咱讲吼，刚多雅物的物，其实伊本来的念作物，但是因为下雨的雨下面有一个大禹治水的禹，这里念作雨，所以这里也得提掉了。伊到尾嘛是念作雨，就是这里下雨的雨念作雨。所以吼，声韵学，我常常咧讲声韵学是一个错误的学术的理论，哦，伊是错误的，因为你只要也要电脑，好、哦，咱中国电子哲学，中国哲学电子书计划迄个网站，伊管电都有电子的空气理电，啊，电子的空气理电，恁老师啊讲吼，伊、哦、发音会使对啥物音，你只要去管电打拍讲哦，王举切还是什么切？你只要把它打进去，你就知道说有几个发音是发这个音。但是你再去看这几个字，它会不会白话音会对应相同的？如果会对应相同的，那才有对音的关系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不能够叫做对音，好，就不能够叫做对音理论。那我要告诉各位，其实我查过了，都不可能会有对音关系，因为那只是少数几个字有这样的关系，结果学术界就拿出来讨论，把它当作是真的。其实你如果遇到我这个电脑高手来看的话，你把它比对之后就破功了，就破功了。所以没有对应理论，根本没有对应理论。啊，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咱学术界常常说文同音跟白话音它的声音一定同调。比如讲，我举一个例来，因讲三重市哦，这个重吼是第五调，但是咱民间是三重埔哦，重埔三重埔的重嘛是第五调，哎，听起来就真有道理。过来，咱讲重要啊，重要是第七调，体重哦，体重的重伊嘛是第七调，哎，听起来嘛是真有道理。但是另外一项，你注意看哦。咱讲浊水溪的浊，咱一般民读册音念作达，也是念作独，好、哦，因为旁边有一个类似独立的独，好、哦，所以念作独，独立的独，也是念作达，好、哦，因为 O 跟 A 的关系嘛，好、哦，好，那白话音呢？浊水溪，那都叫乐水溪，伊竟然用浊水溪的浊，但浊水溪的浊是第八调呢。你起码说变成第五调，所以读册音甲白话音有共调无？无共调哦。所以学术界理论是对的啊，唔对的，唔对，绝对唔对。所以我常常咧讲吼，学术界吼，常常吼，拢干那看到一半的理论，也是讲吼，去摕到一本写了无完全的文献来咧做文献，迄个错误啊，吼。我的理论为两千年前一直到今嘛，拢会使检验的，都绝对无问题。但是声韵学，我凊彩两秒钟就使来破解掉，一秒钟嘛才破解掉。其实 enter 了0.0几秒就知道答案来了。所以吼，我常常咧讲吼，咱爱有科学的头脑，爱有逻辑的观念，安尼咱才有法当把咱台语吼拢来解出来。所以有一个姓瓜的老师，哈，瓜老师，伊就讲，哦，我有迄个连音、拗音啊、乙音、别义啊，啥这拢真好，但是同义副词唔对。其实我来讲，同义副词也唔对，我的博士的证书会使提起来单调。
会使提来单调。我敢讲是学术界唔对，唔是我唔对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咱人一定爱头壳爱真清楚，吼、哦，唔是吼、哦、头壳无清楚，逻辑概念拢无清楚。你逻辑，你会比我较好吗？绝对袂比我较好。你啊比我较好，你就会晓写软体。但是你袂晓写软体，我就知你的逻辑真歹，因为你无经过这个电脑这个逻辑训练，你的逻辑能力一定就歹。你也唔相信，你会使来找我，你会使来打挑战，因为我唔惊你挑战，因为我看过为3000年前的文献到今嘛，我的理论一体适用，不管是甲骨文还是篆文，一直到今嘛的隶书体，这个发音哦，我拢有法当甲大家解说。好、哦，所以今仔日吼，我甲大家讲的就是讲这个本土音甲白话音。哦，伊个差别，啊，你爱看第一点。第二个就是讲吼，即、哦這个对音的关系是无影的，吼、哦，第一是无影。第三个就是讲，读册音甲白话音是毋是爱降调？其实嘛无一定爱降调。你也要搁较侪例吼，我拢会使提搁较侪例出来。啊，即、這个例也提出来吼、哦，你着加嘴变大嘴。所以咱即个读。台文的跩学生吼，恁拢爱用功读册，唔是人讲啥，你著听啥。吼，因为若人讲啥，你听啥，你永远都学袂晓。就若像今仔日有人甲我讲，吼，伊咧读台文，读甲真艰苦。我讲足简单个啊，因为台文就是理论拢唔对，毋则读甲真艰苦。啊，理论若对，哎，拢有文化啦。理论若对，你著读甲真轻松。你若想要读甲真轻松，你来跟我陈世连来学就对啊。洛港的汉文，才是天下唯一的对的汉文。啊，迄、那个漳州的汉文，敢若为东调到即嘛是对的，但是东调以前伊是唔对的。啊，为什么切韵的韵会遐多？连江我才来说明，因为学术界改变出来，即、這个我当甲大家说明。好、哦，以上是。今天晚上的介绍，谢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安子西，新蒙尼。